此步机器初始化方法为：在开机状态下，找到机器下方有一个凹槽，用力将后盖打开。在 SIM 卡上方有一个 reset 按键，用尖状物体长按10到15秒。待指示灯全部亮起，将手松开，等待机器重启。初始化完成，请重新连接。